觉得跟千岁在一起，我不会有事，因为千岁会帮我想办法。哇塞，这三个真的好危险！谢谢你，上次谢谢你，就算你不帮我，我也不会跌倒。总觉得无法放下你不管。哇，千岁，你对村姑讲这话没问题吗？哇，综艺饼干，综艺饼干，怎么好意思？